今天跟我朋友来那个鞍山的多文化，多文化路全部都是中国人，这里哇，这个简直是中国人的天堂啊。我们本来说要来买榴莲的，是没买到，要不要转场去大林？转呗，转了。我们刚刚在这边吃了面，兰州面馆里面。看一下像不像，好中国，太中国了，各式各样的菜都有。这边全部都是中国的，这边有卖中国食品的，然后那边有什么换钱所，就啥都有。哎，我闻到那个鱼的味道了，是不是有卖鲫鱼的？你这鼻子正好使，在哪儿没鲫鱼？对不对？是不是有鱼腥味？前面吧，应该。这，哎呀，这，是不是有大闸蟹啊？看一下。哎，你想吃大闸蟹，我们几个附近他家有卖大闸蟹的。真的？哎，他这是不是有大闸蟹？有卖大闸蟹的。중국털개털개네잠깐만요이거요어근데다리왜원래다리이렇게무거운데저거는중국에서만먹지한국에서는안먹어요아그래요중국에서는물에안담아놓고묶어가서좀시장에서팔잖아네이런시설이없으니까아그런가요응刚刚那个阿姨跟我说，那个大闸蟹是中国过来的，是不是全部都是母蟹？然后母蟹的话，6万块，好像是6只，1万块一个，就是说60块钱一只。我的妈呀，太贵了吧！6万块，6个，1万块一个，60块钱一个吧？妈呀，这吓死人了！不买不买。在中国60块钱能买2个吧？应该。哎，谁说的？60块钱能买四个？四个？四个？嗯，也哪有那么便宜啊？稍微大一点的母的，怎么没有啊？人家我那时候过年老回国买。是吗？那反正是你们上海那边卖的稍微贵点，我们东北便宜点。那上海不能买，太贵了，这个买回去还没塞牙缝呢，塞不了，是不是？六个塞不了牙缝就没了。太贵了，我要买他们家的包子，很好吃。我要买你们家的肉包子。买个。嗯。嗯，给我来多少？怎么卖的呀？1000两个。1000两个，我要。哦，我要20个。20个。嗯。哎呀，你没有里面的没有吗？拿这个呀。不，你不要在外面，因为有灰呀。啊，行，今天我要看一下明灿哭不哭。明灿，你哭不哭？不哭。好，妈妈等一下看一下你哭不哭啊。每次打预防针，然后他就开始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到了那个里面就要几个人五花大绑给他绑起来。今天看一下他哭不哭，他说他不哭。아잘생다잘생겼어아이정도야아니야괜찮아이제근데는할때는이렇게아파이러면안돼알겠어그럼아픈단뜻이잖아아니네가아프다고깨병을부리면안되고엄마가잘하는장난감사준댔잖아큰거이만한거뜯어给你买玩具，知道吗？엄청큰거이만한거你想着玩具，玩具，玩具，然后就不痛了，知道吧？我刚才在干嘛？你来玩哟！这不打不就行？这刚吃过完的这都，真是。오빠이거。신부신부。계란알레르기때문에못맞아요他们这边地下都有这种线。我准备一些哟。好，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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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괜찮아. 씩씩해서 괜찮아. 아니 뭐 아무것도 안 했는데 뭐 벌써 앉아 봐봐. 아무것도 안 했어 선생님이. 집중이라서. 응. 아니 저쪽 봐봐 저쪽 아빠. 아빠 봐. 아빠. 성공 하고. 아빠가 아이스크림 사줄게. 아빠가 아이스크림. 괜찮아. 너 끝나고서 뭐 하기로 했어 우리. 그지. 민채 아빠 봐봐. 뭐 하기로 했다고? 장난감 사기로 했지. 와 좋겠다. 이거 우와. 이거 아까 재재 맞는 거 봐. 재재 아까 맞는 거 봤어. 아 그렇지 나 너. 어 그래 안해 아직. 안해. 아빠 봐봐. 괜찮아. 나 아무것도 안 했어 선생님이. 안 흘려는. 아유 아무것도 안 했는데. 이렇게 빼면 또 나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힘 빼봐. 힘 빼봐. 소희한테 자랑해야지. 주사 맞으면 돈 하나도 안 들었다고. 먹었다고 얘기하면. 넣었어요? 아유. 넣었어. 벌써 다 끝났어. 벌써 끝났어. 끝났는데? 아유, 벌써 끝났어. 아유, 잘했어. 민찬이 안 울기로 했잖아. 민찬 잘했어. 민찬 조금밖에 안 울어. 잘했어. 잘했어. 민찬아, 가자. 시원한데? 시원해? 그래, 시원해. 진짜 이제 친구한테 자랑이 안 울었다. 민사, 잠깐만. 你看爸爸的，爸爸终于，爸爸终于吹起来了。哎！哎！呀！我老公在这吹了半天，一个都没吹起来，这吹的什么呀？呀，笨死了！同学啊，我怎么没两个？一个牌。哦，爸爸，这是爸爸吹的。嗯。你看，你爸爸浪费。哎，这个浪费。还有这个。不是我的。那不是你的，你再吹一个。一个不没有啊。没有了。这个东西好神奇啊。这个是液体的，膏状的，然后吹起来就像一个气球一样的，然后没有了，然后气球破了以后，它就变成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个，啥？好听，好听。看一下我老公最后一个能不能吹起来。好听。嘣！不。哦，吹起来了！哦，吹起来了！哎，你游戏那几把给我后一层蒙出来的。嗯。哇。哦，可以啊。